有一点怪，那你应该要，犀利哦！我有一个愿望，我老婆的生日快到了，干了，干了，好，这杯也干了，跟你的友一样吗？我们的整组都是茶座，很浪漫的。私人游艇派对，对吗？是的，三、二、一，喂，哎，进来，湖面上要 surprise。本周六晚间7:30，请锁定民视《玩命街头》。本节目由小丑鱼西施排汗衫冠名赞助。